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于113年7月28日17时许接获110报案，称汉中街发生纠纷案件。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查处。警方赶赴现场时，经了解，郑女与张男皆为摊贩，双方先前有口角纠纷。张男怀恨在心，趁郑女不注意时，丢鞭炮到郑女的芭乐摊贩，破坏郑女的芭乐和摊车等。本案郑女提告毁损案。全案讯后，将张男依毁损罪函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。万华分局呼吁民众遇有任何纠纷，应循法律程序处置。若以暴力相向，不仅无法解决问题，恐让自己误触法网，甚至身陷囹圄。例民众若有发现任何违法情事，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，由警方处理，以策安全。